哇，这个伤害！哎，我现在才40等哎，哎，有点东西，有点东西。看这个伤害怎么这么痛？干一万！干这伤害，好妖啊！才40等而已，什么鬼？ 我去，什么鬼啊？这伤害是不是有点太痛啊？哇，这个火部魔，嘿，这火部好爽哦！哈哈，渡航，哟，啊，喂。 40等而已耶，你们知道这才40等呢，天赋都一耶。哇，这是什么逆天的伤害啊！我去，哦天哪，这拉到90级，天赋，这拉到90级上去天赋上去还得了？哇，这一命！ 我去，在这个附魔状态下，直接提升抗打断。哎，你们风丹都这样是不是？纳维莱特的一命，哎，我感觉像我刚刚在打那个史莱姆超载嘛，爆炸被弹飞嘛。啊，这一命提升抗打断能力，天哪，这不会是第二个纳维莱特吧？我去，又是要啊！ 没事没事，我等等，我今天应该会把它拉起来，先拉起来，我们先再来实测一下啊，来，期待一下今天的影片。